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桑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《趣味为人生》哈。咱这个故事呢，真正照着圣经的顺序吼，咱一面讲故事，一面咱来看讲这个故事跟咱的关系啦。哈，话讲啊，咧亚当夏娃犯罪了，真正害死咱这子孙呢。吼，那些有够气的吼，所以真侪人讲，日后咱即摆去到天顶吼，看到亚当夏娃吼，二话不说，先个啪啪撞撞烂烂的安尼。啊，其实你们安尼想啦。因为当咱去到上帝的时候，咱的心拢已经改变了，咱已经变成一个善良的心啊。所以你看到亚当夏娃，你自然你就原谅伊啊。这就是一种奇妙的改变哈、啊。所以咱现在做一个大愿望，就是未来。问题是未来，未来，未来都还未到嘛。现在的问题要怎解决啦、啊？这个是做头疼的问题。吼、哦，因为人犯罪了，大自然发生变化。因为人犯罪了后，咱所住的所在开始已经变作一个对咱的身体有伤害的所在，地动。啊！一座大水，规个大自然，这个地球，因为咱人犯罪，真悲哀啦。哦，这个地球已经真做一个无完满的一个所在。人犯罪了，上该受苦的当然是家己。所以亚当受到什么审判？亚当先受到审判，就是上帝就甲讲，当亚当犯罪了，上帝其实先甲问呢。上帝当然啦，未讲拢无甲你问啊，直接甲你判安尼，安尼无公平嘛，吼。上帝拢会先甲你审问一下，上帝就问亚当讲：“啊，是安怎？啊，甲你讲袂当食，你搁甲食？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”亚当阵并无讲：“啊，我唔知。”头一个伊无讲伊唔知，第二伊也无讲，因为我爱伊，因为我爱伊，伊也拢无讲。伊只有讲啥？讲我都本来都无要食咩？欸，上帝啊，当时你若卖创造这小查某吼！你若敢创造我，拢未出这个代志，啊，就是你创造伊啦，就是你所创造迄个走人叫我吃，啊，我只好吃嘞。上帝讲，啊，你来吃乖，人就是安尼，就爱看他。当上帝问阿东你哪犯罪，阿东就马上怒，弄下我甲我害的，有无？弄偌偌环境啦，啊，拢无咧检讨家己啦。其实咱人犯罪，拢两个条件嘛，一再强调嘛。一个叫做环境，一个叫做家己嘛。对下我来讲，伊个环境就是迄尾蛇嘛，对吧？啊，过来呢，伊家己嘛。啊，对阿东来讲，伊个环境就是下我嘛，下我叫我吃嘛。啊，另外呢，就是伊家己嘛。上帝麦当问，啊，下我叫你吃，你麦当麦吃。但是迄阵，当咱人犯罪时，拢未检讨家己。你要看到一个人会检讨家己，足困难。真难得啊！所以法官是安尼，比如法官问讲：“哎、欸，你要犯罪？”啊，这个人如果讲：“啊，我唔对啦，吼、哦，请原谅我。”那愿意承认家己唔对的人吼，比较较会得到人原谅。所以你捌听人讲，讲自首无罪，啊，那抓到吼加倍吼、哦。你若家己愿意来自首，你若承认讲我有影唔对，就算法官也甲你减刑。但你若唔承认，你死硬硬嘴皮都明明唔对了，证据拢伫遐，后证人伫遐，啊！你个人硬要证，通常法官吼，颠倒啊，把你判佫较重啊。虽然人做唔对，家己爱会晓承认，但是可惜阿东迄阵伊都无安尼做，伊唔是跪了讲上帝，我唔对啦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，唔是咧。当时伊哪管伊来认错，讲无定吼，伊所受到这个处罚看较轻也袂咧吼。唔咧，上帝唔讲你来吃。啊、你做迄个查某人啊，对伊啊，对伊啊，我感觉真济人今仔日的人生，伊失败嘛拢是啊，那娶啊，这个那个什么扫把星啦，有无啊？啊，这个什么克夫命啦，啊那好讲叫做我娶这个我有帮夫命，这咱对圣经个角度看拢不成立啦，袂当安尼讲，吼、哦，咱人袂当拢一直乱环境，所以阿东迄阵犯一个足大的错误。自从咱人犯罪了，你看迄几个作为拢变去啊呢？伊若无犯罪的时阵，发生种代志，照理讲，发生代志的时，应该爱用对的方式来处理。啥物叫做犯罪？犯罪就是发生代志的时，啊，你更加用唔对的方式来处理，迄人叫做雪上加霜啊！人在咧失火啊吼，啊，你无人用水来压，你叫泼油，火上加油，这叫做罪。啥物叫做罪？阿东去吃迄个果子，当然这是罪。要怎解决这个罪？爱用对的方法来处理，但是阿东无。什么叫做罪？
做的就是一生做唔到，佫唔承认。伊佫讲，唔是我要食，是上帝你所做迄个查某人。哎、欸，上帝啊，我无甲你讨太太呢，我无甲你讲我要相亲啊。你是趁我伫困的时阵，啊，你偷偷啊甲我提起边啊佫出来呢？啊，你即摆你看，甲害佮凄惨啦。哎、欸，我若上帝，我就甲讲，嗯，啊，即你若较早讲，你若较早讲的东西，你若不来，我就甲单调就好啊。哦，我迄阵娶到你面头前的时候，你是欢喜甲喙笑目笑，讲啊，我骨中的骨，我肉中的肉。啊，即摆呢？即摆出代志的时候，就讲什么？这个查某人啦，哦，你和我的啦，拢嘛伊啦。什么叫做罪？罪就是当两个人谈恋爱时非常的甜蜜，结婚了看到真惨白。拄拄谈恋爱，拄拄还过两个人，还过安尼真热烈的时阵，安怎看拢是情人的眼泪出世事。但是当有一日你已经无迄个新鲜感啊，你已经感觉无趣味啊，你爱着别人啊，即个看到敢那粪扫桶，这叫做罪。所以阿东食迄个果子当然是罪啊，但是有更加大的罪是啥物呢？就是伊唔承认伊的罪，一路砍拖。哦，所以亲爱朋友，咱千万来记哩，阿东犯的错误，咱唔好去犯啊。下我嘛赶快，上帝就问：啊，你想哪食？啊，不但食，佮叫恁人食。我讲我哪有要食？我足乖咯，我乖乖走囡仔呢。嗯，那我本来嘛无要食呢。啊，你要抓咩？你要抓来甲我怪啦。怪是我怎去吃？你要做你个怕死嘞！哦，结果上帝因为夏娃一句话，上帝讲：真正你做唔到都已经真可怕哦！你做唔到了后，佫一直要暗藏，要掩饰你的罪行，这就是叫做罪。你有看到无？你有看到你的罪产生足侪效果无？哦，讲一个白贼，都要用两个白贼来甲补。咱人犯罪就是安尼。你做唔到了，佮唔承认，佮一直要来牵拖，这就是叫做罪。完全看出你是一个罪人，所以上帝就宣判哦。即马问了，拢先知影来宣判阿东玉来，你因为吃了这个荤，必成恶受的果子。我明明甲你讲袂当吃，你若吃就害啊！你若吃，你会死，你一定会死的。迄是一个足大的迫害，啊！你唔相信，啊！你佫佮食落去，啊！你无法度，因为你的食，这个世间受到迫害，因为你的食，迄个细菌开始咧繁衍啊！啊！所以因为你的食，我佮你讲，你的人生有一个足大的变化。以前的你是烟斗飘飘的少年气，以前的你是快乐逍遥，摕起开钱来咧管理这个一点红啊！但是日后的你无同款啊！日后的你，到你真正死亡的进程，你拢着爱劳苦着活，你拢着爱流汗，爱出去外面做事，赚到要死去，才赚着通一嘴饭通食，无法度，无法度，这就是你做唔到的结果。结果你甲看，咱人类，足侪人讲我若遮歹命，现在我去上班。现在我去吃头路，现在做一个查甫人做些歹命，答案出现啦。因为这就是咱男人呐、啊、所受到的一个刑罚。有解无？有，有。哦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哦，会当解，所有的毒药拢有通解。啊，虽然有的解药较困难，那较早咧看武侠小说、看报地用，安尼中到一个奇毒无比的毒，迄、那个解药都要去什么天山雪莲。就佮配着啥物，我佮有诶无诶，吼、哦，安尼个结合起来才会当解。啊，无论如何，毒一定有通解就对啦，才会当解。吼、哦，啊，要哪解？来，咱继续讲咧，你就知影吼。咱即马先过来宣判，下我哟，来，甲你讲袂当食，啊，你叫做头前食，吼、哦，你安尼因为你诶食，你也受到处罚，因为你诶食，你诶人生有一个变化，啥物变化？本来你被创造是要帮助你的先生，本来你被创造查某人是要来帮助查某人，结果你越帮越忙，哦，无应该吃你去叫伊吃，无应该做你去叫伊做，安尼日后你就是爱恋慕你的先生，就是讲你一个查某人，你也变作拢爱挖苦恁先生啊，
欸，以前不是挖苦哦，以前是帮助，以前是帮助先生哦，你真有自己的主权哦。但是以后呢，你被列目，你的地位会怎降低去啊？因为你循环了这个唔对，所以你发现讲后来咱规个人类的历史中间，先说后来变成男女不平等，你怎么了解无？这是一个做的一个结果。上帝做世间的时候，原本是男女是地位同款。自从咱早人犯罪了，早人自然在感情上，伊的地位已经规个落落来啊，伊的猎目已经不平等啊。哦，查甫人袂猎目伊，啊，早人也猎目伊的先生。所以你看什么大部分啊，吼，婚外情，拢许查甫人真欢喜，四界伫遐拈花惹草，出去外面咧开查某，啊，伊的太太淡厝的安尼伤心流目屎。安尼讲，我爱到这个，我都未改变啊。找人用情较专一，当然这是优点。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也是一种男女的无平等。本来男女应该两个人拢用情爱专一，因为那就是叫做二人成为一体嘛。两个人正做一体，应该是美丽一个结合。但是自从人犯罪了后，一切拢改变了，一切拢改变了。所以我们很现实，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看到悲剧，大部分真的都是很多糟人，他的感情就变成是他的幸福。虽然事业真的成功，但是如果他的感情如果没有一个归宿，他的人生会感到很悲哀。有当时很多糟人自己也，因为现在我们糟人也都受教育，越想越不甘愿，为什么哪会这样、哦、我事业也很成功，我跟男人都一样，但是为什么我的感情上我们就这样，像说输人，所以这现在叫做妇女解放运动。我们来解放，我不会这样，我们很想要脱离这样的咒诅，这个捆绑这样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这是我们古早进前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化。所以你如果要改，有办法改，但是不是靠我们说上街头、哦、我来争取这个女性的工作权、啊、我要坚强，我要坚强，我的生命不是只为了男人存在，我的生命也是有尊严，这都是对的，这也是都圣经一再强调主张的。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生命的深处，因为过去我们叫做咒诅，我们过去有着受到这种咒诅，我们这咒诅、哦、听到很难听，如果说遗传你就听到有了，我们里面就有这个遗传，天生我们就是真爱受人保护，这种东西会当改变，绝对会当改变，会当破解哦，甲查甫人同款，所以查甫人就是变作伊心拢伫事业，伊必须要真成功，伊才有成就感。查甫人就是爱情，爱真有爱情，伊才有成就感。这两项拢是会当破解，啊，破解之道，当然还请你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。欢迎回到老三的节目。哎呀，啊，我们说到我们人类古早的历史，实在这段你如果没看圣经，你真的你找不到答案的、哦、你是觉得为什么查甫人事业心怎么会这么重、啊、为什么查甫人这么这么重感情，我们靠自己一直想要改变这个叫做宿命、啊、一直要改变这个命运，查甫人一直想要靠靠较好的工作的能力，要来证明说我不用靠你查甫人。但是事实上已经很多社会这个出名的人，我们看到说他们工作很有成就，但是没法度，你说这社会的眼光，我们来改变，改变社会对这个看法、啊、但这个负心人争取社会地位已经争取过了千年了，也是比较进步一点而已。为什么答案在这里？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自从人类古早犯罪了后，男人的地位降低了，本来男女平等嘛，本来男人是对查甫人边啊骨提出来嘛，都同样宝贝，地位同样，使命也同样，都是管理这个世界。但是呢，自从人犯罪了，查甫人有查甫人的艰苦，查某人有查某人的艰苦、啊、因为查某人先犯罪，所以查某人当然罪加一点，又加受一个苦。什么苦呢？上帝说一个查某人你要受到生产的苦、哦、生孩子生产的一个苦楚，
实在是找人，你看生子啊，受真济苦。是安怎找人受这个生子的苦？如果当年那是阿东先吃，我要啦，犯事啦，是查甫人爱生子啦。哦，啊，我那上帝无公平，不是无公平，是当伊咧生子时，经过迄个痛苦，这真奇妙。经过迄个痛苦，伊才有迄个听。这个老母哦，生子啦，如果像咧补卵，哈哈，真奇怪。伊无法度感受迄个生命的宝贵，伊无法度有这么大的耐心、哦、但是你看，因为生子真艰苦，所以是个负责人，伊安尼一定会对伊的身心要求。哎，这个囝咱的呢，生一个囝不简单呢。查甫人看到伊所爱的太太生囝这艰苦，主人因两个人对这个生命也非常的重视，因为迄个痛苦是一个记号。一、这个痛苦是上帝给人提醒，讲人生的苦是因为恁的唔对，所以如果恁唔望恁的囝日后过较好的生活，恁必定爱教示恁的囝，囝伫一条对的路顶悬。因若囝唔对的路，因若囝迄个犯罪的路，因的人生就是会真济痛苦。所以当下我一受到这款的刑罚的时阵，其实你看起来敢那是嘴也甲讲落去，但是背后是上帝的听。在上帝对他的刑罚的背后是上帝听，上帝不忘说他们透过这个生子的艰苦，他们的体会就是说听是要付代价，他们对那个听那个艰苦那个听是无法度当形容，那是我们查甫人我们无法度体会，那查甫人就知道生子听到是我们哀白叫母啦，听到无法度当忍受，所以你说我一个人还外到忍听，他也无法度忍受那个生子的听，忍受到说不用怕，较早咱读古书无，关公啊，一面惊棋，一面讲来要手术出你来，煮肉药面，哦，直接来就好。嘿啦，关公你叫伊生囝，我都唔相信。一面惊棋，一面，都不咧便秘个啊，遮简单哦，无可能。用生囝痛苦，只要你是人，你拢无道堂心来，但是无道堂破戒呢，就是爱听。听到那个上界听了后，听到一阵一阵的听，听到那个上界听，就是生命出来，给咱人提醒，对每一个早人提醒讲，一个生命是何等的宝贝，那个听就是一个记号，让你会记哩。本来咱人唔免受这个苦，等咱人犯罪了后，那个罪的结局是何等的沉重，那是一个记号。每一摆当有一个新的人要来时，就甲提醒，莫去做唔对哦，不要忘记你受的苦哦。一个叫前车之鉴，哦，一头前一架车子佮我弄落去，你对你后边塞你佮我弄落去，啊，你有影够戆。啊，一可能弄落去，你若看到弄落去，你就赶紧闪。哦，虽然当咱生一个囝时，咱就甲教，以前妈妈都是安怎唔对，迄上帝甲咱讲，咱无甲听，环境无好，咱就环境引诱。所以日后我的乖囝，你会记哩，吼、哦，环境不管安怎，甲你引诱，你唔好犯罪，你的心都爱正。所以咧，生囝的疼是提醒一个老母，讲一个生命过来到世间啊，这个生命来到世间的时候，你就用正路，甲伊引出，甲伊报，和这条路行了会好势。所以上帝伫咧这个宣布亚当夏娃所受到的处罚背后，你其实你能看到上帝的疼。上帝就是一再想要将咱人对罪恶中来挽回啦，上帝是足用心的啦。哦，但是用心未当讲啊，用啊，既然啊听，上帝真的听来，都莫甲咱处罚就好，未使。哦，那做唔对就是爱改、爱处罚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啦。如果一个人做唔对，啊，你无甲处罚，这叫做溺爱。所有的听，那无带着刑罚，那无带着会处置一个人的唔对，这种的听，到最后拢变成伤害。所以你好大，你又开始饲恁囝。伊若无对你讲话无礼貌，伊若随你讲话拢讲一寡垃圾话，你拢莫甲管。你讲我爱他，伊要安怎就安怎。到最后你甲看这个囝结局好啊歹，绝对歹。听内面你有真理，听内面你有约束，听内面一定会帮助这个囝去做对的代志。所以上帝是安怎会做一个分别善恶树？上帝心里就是爱亚当夏娃会晓做对的代志。
万一若做唔到，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所以现在我们做教育的人都知道，人就是对失败、对错误中的学习，什么叫做对。所以他在学习的时候，多少都会不对，你必须接纳他的不对。但是你接纳他的不对，不是说做不对没关系，不是哦，是他做不对的时候，你要给他处罚，他才知道叫做不对。人很矛盾，人自己好像没有那个智慧，做不对自己自己的解，这样没法度呢，必定是做不对受到处罚了，你才知道，啊，这样我知道，后来我不敢，那人就是这样，那孩子也是这样，你用一个说都没错，就是他自己有去吃到那个苦头，他吃到苦以后，他自然就不敢、哦啊、所以我就说我这个做老爸、哦、我有什么心肝我真凶，我说我孩子跟你不要喝咖啡，喝咖啡对胃肠不好、哦、我真凶，我怎么让他这个经验呢？我一次人送这个咖啡豆，我品得很香，好香哦，我要看到你吃的当作巧克力吃的、哦、我来给你吃，吃到他的嘴、哦、多苦呢，那咖啡豆啊，那吃了吃了两岁多而已，吃到呢哦，那整个面这样拍化到已经那个苦到他用要吐了，你知道不，都配出来哇，那个面这样很拍化，好苦哦，好苦哦，我说这叫做咖啡，咖啡要不要喝，不要不要、哦嗯、两个咖啡跑出香的、啊哦、好香啊，要不要喝，不要不要、哦、我真伤心，我怕我这一世人喝咖啡这样、哦、我吃到那个苦他就知道、哦、原来咖啡这么苦，你这种东西你说都没错，你就让他去吃那个滋味，他如果吃那个滋味，自然他就不敢、哦、所以上帝也是这样，我们的人生有很多滋味啦，所以你不要怨叹上帝、哦、我们人就是这样，对经验来学习、哦啊、到底阿东好他们要怎么解脱他们的命运，一定要破解嘛、哦、所以记得、哦、后一集要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。人生自古谁无错，每一个人都会做不对的事情，以前跟老三拼不清楚，只是跟一个老的一个少年的、啊、竟然给我找一个高孩子，又给我找一个孤渣阿妈，害我长回去崩床多一天，家在不是带来做某、啊、如果没这些我后世人就气了了，我实在真同情，而且我娶某嫁翁，你娶唔到人，去嫁唔到人，吼、哦，迄款诶真正是痛苦哈。迄人我若娶了唔到人，我马上我就该离婚。哼，离婚？小老三啊，你要跟什么人离婚啊？你要结婚？你要跟什么人离婚？哼，干你啦，干我啊！我跟你离什么婚？你给我介绍个那两个，啊，一个老的，一个安尼少年，一个高音啊！啊，家在不是我做某，我若做某，绝对马上该离婚。哎、欸，小老三，你安尼观念唔对呢？迄个全世界每一个人拢像你安尼想的，吼、哦，那唔对，都要来离婚。哎、欸，世间有多一对翁仔某是一开始就是拢两个人个性拢会拄好的？无可能啦，所以你这个观念唔对，袂当讲安尼，吼、哦，啊用真侪理由，什么个性袂遐安怎安怎，那都要离婚。我跟你讲，当你阿东讲下我做唔对吼，如果伊两人愿意来悔改，如果阿东来对上帝讲，啊上帝我唔对，如果吼下我伊来对上帝讲，上帝这一切拢我唔对，请你原谅我。伊两人愿意就唔对，讲无定吼，咱人类的历史吼就会改变起来嘞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真正咱人唔惊做唔对，上惊讲唔对了吼。都未让他悔改啦！哦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我若娶唔到人，嫁唔到人，啊，未当离婚，未当反悔就对啊，哈？无啦，基本上都无啥物娶唔到人，嫁唔到人。但咱要娶要嫁，无人甲你逼啊，无人举刀啊，敢若暗棍甲你强逼啊。要娶要嫁，咱家己欢喜的对无？啊，咱娶了嫁了，感觉讲啊，个性无啥个遐，咱就感觉讲啊，一定加减有无拄好个所在。你着爱想起讲，哎、欸，咱咧准备娶要嫁嘛，是有甜蜜个所在。啊，每一个人人甲人之间，总是有好嘛有歹。你今日娶到这个，你感觉讲娶了唔对，啊，你去换一个，啊，另外一个嘛是有缺点啊。你娶这个熬煮饭，你另娶另外一个，反正人人熬西餐嘞，对不？每一个人拢有优点有缺点嘛。
啊，你若像你安尼讲，世间敢有任何人讲，诶，咱两人真正是拢完全拢正 match 安尼，每一个部分拢正拄好，无可能嘛。所以咱人的世间一个无完全的世界，咱唔惊做唔对，咱若做唔对了后，咱来对这个错误中，咱来找出一个方向，和咱的人生继续来努力，安尼唔才对。哦，意思就是讲，就算阮某会跋，阮翁会拍，这个婚姻难道安尼袂当离婚吗？安尼敢袂伤过超过啊？吼、哦，你讲这个话题就真尖锐吼、哦，因为真正咱有当时啊，婚姻中间会拄到真侪困难，所以法律也是给咱保障吼。咱拄仔咧讲话讲个性袂合是回事，但是你若讲会出手共拍，会共伤害，当然这法律是袂当接受人吼。啊，总是若是其他的缺点吼，当然伫阮的观念来讲。你既然有娶有嫁，这是一种婚姻，是一种誓约吼，咱就应该坚持吼。啊，咱用这个例是要甲大家提醒讲，咱人生伫这个世间一定加减，咱做决定时可能会做唔对的决定，但是咱一定爱伫这个错误中，咱来有一个正确的学习，咱来知影讲要安怎来突破这个困境吼。啊，唔是讲唔对唔对，一直要因话去安尼，吼安尼颠倒歹啊。哦，意思讲，如果我若结婚了无幸福。我若无来改善这个婚姻，啊，囥互因烂，啊，安尼是颠倒大家衰吼。所以人若做唔到，一定爱来改善就对啦。是啊，安尼啦。如果咱这个观众朋友吼，你若讲婚姻吼，咱今日讲婚姻啦吼，你若婚姻拄到啥物挫折困难，唔知要哪处理吼，你咪当下批，我真愿意吼，伫咱这个单元对大家来回答。吼，好啦，安尼咱单元到这呢吼，阿伟对大家来讲拜拜哦，嘿，讲拜拜。拜拜拜拜，后一集请继续收看，拜拜拜拜。